们现在在位于中立的宜得利家具的现场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宜得利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0:30左右。十点半，人家应该关门了吧？我们怎么还在这里？正在关门。正在关门中。那我们怎么还在这里？有一个重要的企划。我们重要的企划是不是打算？你知道有些网红都会跑去什么？IKEA 宜得利啊，那种家具卖场啊，他是不回家。你说李差文的儿子吗？对，李差文的儿子不回家。我们做这个比他更强啊，比他更强，对不对？我们绝对是整晚都在玩，没有偷懒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讲好了，我们讲好，对不对？讲好光明正大在这边玩。你干嘛直接破梗？我本来想让大家以为我们正在乱搞，偷偷在人家家家具行过夜，还弄到这么多给息的。我现在正在拍啊，拍。你看关关在那边叫我做一件我已经在做的事情。好吵！我明明就在做。蔡哥现在看起来好严肃哦，应该是拍片前感觉到非常紧张吧？那他一定觉得今天很没梗，所以他觉得很害怕。他都没想，他都没有想今天等一下要做什么表演，所以他现在很害怕，台词也没想好。不会，还好，你平常有没有戴的加了风，我就不像你平常会戴的牛仔帽，因为你知道挑的还不错，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那个，就那种很多那种，就是那种迪索奈尔会卖的那种，你知道？现在有时候出门不是都大家都戴口罩嘛，戴就戴一个东西你就忘记了。哦，因为我现在戴起口罩就习惯就不戴帽了，反正没差，戴口罩就没差。什么东西？我只要有戴一个东西，我就比较安心。那你把帽子口罩戴头上看一下，会不会有效果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看今天晚上大家的成果。成果，看起来，看起来，反正这支片呢，一定是晚于我们正式的片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知道到底他表现很烙赛，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在干嘛了吗？还不是知道好不好？你到底有没有跟着节目计划在走、欸？我们怎么在这里？对啊，哦对啊，这里是哪里？白痴啊！这里是什么？演员会议随便乱开哦、喔。真的有没有兴奋？啊，其实还蛮兴奋的，真的、啊。但殊不知，等一下等着我们的有如地狱般的夜晚，好恐怖、哦！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很嗨，我说真的，秀哥嗨。哎、欸，你根本没吃东西，哎、欸，我没吃东西，就是狂嗨。对，等下就不会了，放心，今天晚上很漫长，你等下可以慢慢睡，慢慢解嗨。这沙发坐下去绝对会睡着，真的、欸，我试试看。那完蛋了。好，我来。哦，关关右手边，关关正在试。各种沙发，然后粉红色那张这边，其实坦白说，我现在身体状况有点不太好。你看，我这边起了好多疹子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我们是晚上10:30，我们打算拍片到明天早上9点。但你知道我今天怎么过的吗？黑色没有要动。今天早上9点，我先去立法院开了一个记者会。9点记者会一开完，10点我跑到这个跑回台北市议会去开民政委员会，然后开到了12:30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哦。下午就开始处理台北市议会的一些工作，然后到了5点的时候呢，则是我质询财政委员会的时间，所以我等于上班上了一整天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回办公室，然后跟大家准备晚上的拍片工作，然后现在在这里现场，然后拍片到明天早上9点，连续24小时马不停歇的工作。天哪，各位观众，有人会问我到底怎么兼顾台北市议员的身份跟一个网红的身份呢？就是这样。你甚至可以听到成群海鸥拍动翅膀的声音。小凯那边也要抽出来。给他直播啊！谁要直播？这很像是不是要用？今天戴渔夫帽跟黑色的上身，是一种表示专业摄影工作者的那种装扮吗？摄影组装扮。摄影组装扮。刚刚发现，因为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但是。开始先干他们店，我干店的，先干店哦。大家如果以后来宜得利中立店的话，可以在这个背板后面找到插座，可以在这边。这可以是吗？这可以吗？这可以讲吗？店那个他们的大人在那边，他们大人在那边是。平常是可以在板子后面偷干店的吗？偷干店？他在偷干你们的店啊？偷干店基本上不能偷干店、啊。我不能啊。为什么我觉得额头好痒？36.2，好好 ，OK。哎呦，今天居然是可柔，为什么是可柔？等一下，我一直以为哦，今天是有人设的就对了。当然有人设，他们还是哦。啊，邱议员，不要讨厌了，中年人。下次就应该要那个了，学长了啦，学长了，对不对？很久没要学长了啦。那刚才一开始都是演比较多女生的时候，女孩子没有办法打动我。哦，你喜欢什么 Happy 哥哥？对，我不是 Happy 哥哥，是学长。我真的会被笑死。他在那个树下面的时候。
哭，对，他说我哭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看到你这个反差，你有办法做钢铁直男，对啊，我才是你的粉丝。我可是有睾丸的，好不好？我是两颗睾丸的哦，阴囊的哦，阴囊是只有一个。我有两个，有两个，阴囊是个袋子吧？袋子应该就一个就好了。没有，你这就有的一个阴囊，对啊，一个阴囊、啊，对啊，只有一个阴囊的感觉是小孩才会那样，就是像那个小心那个才会长成是一个，一般男生也是分两边啊。啊，也是、啊，我觉得远看就是圆圆、啊，那也是同一个袋子啊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蔡哥只有一个袋子，大小睾丸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你不要这样在说别人，疯掉了，什么叫做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什么叫做？一个人有一颗睾丸，但有两个袋子。我不知道，那有一个袋子，不知道干嘛。你有时候买饮料没地方，先放那里啊。环保袋。可这什么鞋子？凉鞋啊。对啊，你等一下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穿着吗？没有，我要换凉，我在换皮鞋啊。好、哦、好好好。干嘛？我心里想说这。这个搭档也这个搭配实在是太意大利时尚感了。这是那个呢 ，Teva 呢、啊，那个美国第一休闲凉鞋品牌。好好好，是美国吧？我跟你讲，这时候就是敬业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什么美国第一，但这边有日本第一的意大利。哇，家居品牌。哇哇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支片没有买哦，这支片没有买哦。啊、沒有買那解锁刚那段话我不会穿。你跟讲了一百句的话，直接发达了。一字千金，一字千金。那你帮我讲一百句，我。可以拿一半就好，不行，全部的钱都是今天的奖金了。讲到那个奖金，我就是，可是我们现在要崩坏人设，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状况。你不要这样子，嘿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你穿裤子是去新？等一下，那这是什么的？不要再去，不要再去了。我已经快不行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想想看 ，Mad Max， 那个冲锋飞车队的世界，然后对 对会有那种不会讲话的。今天的女主角，她是我的造型师，造型师 ，Amy， 中立理性小姐。哎、欸，真的是，现在真的是中立耶，中立理性小姐。我觉得啦，吼，东西不要给我乱弄啦。到底在讲什么？因为你最近睡得好吗？超好哦，睡超好是不是？健身之后就变得超好睡。哇，那我今天没有，只是今天早上很早起。哦，你今天有工作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就这个。好，今天就这个。好，那等一下就看你。你是唯一一个有睡好的人。对。目前看起来其他人都失眠了、啊。大家要好好睡觉才会健康。好，现在小饼一个人架这么多机器，他已经快轰了。因为今天大黑身体状况不佳，所以就没办法来帮忙，少了一个专业摄影师。不过我们还有很帅的小四，帅。晚上的气氛来了，深夜的拍片场景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只能这样子，刚头有点卡卡，但是我往后一跑发现，哇！它会自动这样子，它不需要任何那个按钮。对。如果你只是稍微躺一下，它会有这个反应。哦，好赞哦！然后你稍微失力，它就会直接，哇哦，这个很厉害耶。对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现在这个是沙朗史东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可柔。是林可柔。你有看过有一部片叫做《致命的吸引力》吗？没有。哦，你没有对不对？是在说我吧？对，《致命吸引力》它有一个很知名的场景，那个女生就是被侦讯，然后就是你这个姿势，我再表演一下，他大概是这样，你帮我拍，帮我拍。啊？他就是穿着迷你裙，然后警察就围一圈在看他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讲警察问一问，他就突然这样。等下伸长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穿迷你裙嘛，他然后讲话讲一讲，他突然就这样，然后就露那个下面，全部人就受不了，然后又这样。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，我来恭喜你们这群男孩子。有。他就要这样踢起来。我发现你的腿蛮漂亮的。谢谢。太讨厌啦。宜得利提供你舒适自在的家居展示空间，但请勿于店内饮食、久坐、睡眠或奔跑，以避免影响其他欲选购家具的顾客之权益。谁的声音？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，我们即将打破里面所有的规则。可以为 Rocky 开频道吗？不是可柔，不是他谁？他是草妹。下次我再加油。没事，你可以做到。你要给我机会。我对你有信心。